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。我有多爱你，我现在就有多恨你。你对得起我吗？你是个男人吗你？别啊！真的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，你听我说。那个小鸟，我也是被骗了。小鸟转手卖了多少，我也不知道。还有小慧，跟他真的不是你想要的关系。我真的是爱你和他。你觉得我现在还会相信你吗？你就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所有东西都给我吐出来，少一分钱都不行。别这么，别这么难过。真的是爱你，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你在我这儿有信誉可言吗？你把小慧给我叫出来，少一毛钱都不行，必须给我说清楚。我就想知道一个结果，家人们。小慧昨天叫他走了吗？小慧什么时候叫他走了？他在公屏上打的叫他走了吗？有这个事情吗？他是在公屏上带节奏了。我不知道呀，我没看到呀。家人们，先打一波正能量，先打一波正能量，小把他叫走了。昨天有叫他吗？我没有看到，因为公屏刷的比较快，我没有看到。对，刷的太快了，家人们。这样子吧，家人们，看到吧，是他带节奏了，是不是？他来带节奏。他叫他逃跑，真的假的？我没看到，你们都看到了。是我家的吗？你们看到了是不是？你这个事情你跑得了吗？不是，这有啥好跑的呢？我真的不理解。有家人说小慧在也在福建，大宝哥、大宝哥的两个人，啥情况？他老家在福建，小慧在福建，他现在是回他老家去了。怪不得家的吗？他老家是福建的，他不是去福建，他是回福建。哦，唐总，你看到吧？看到吧？这个是他。这谁呀、啊？就那人带的了。小薇啊，大宝过来，从广东过来找我，他咋子？你看，家人们，你们说对了，确实，你们说对了。是的，看到了吗？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吧，唐总，你这次心不能再软了，你就是人太好了。怎么办？我的天哪，家人们看到吗？家人们还去追吗？我们唐总是，唐总就是人太好了才是这样，太实在了。他说晚上就来找我了，我的天哪！你再找人去找一下，看看会不会没走，会不会搞错了。好，我现在找人过去找一下吧。小慧不要在这儿带节奏。我现在跟你说，我还是昨天那个问题。你告诉我你们是什么关系？我不找你了。小慧，你跟我过不去没，真的没好处。家人们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来，你们那几个人都过去找一下，看一下大宝哥是确定从广东那边过去找去福建那边了，是不是？再去找一下，看一下他是定。你跟我这样子真的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你这两天应该是订票还是自己还没长记性吧？等一下，他要去调查一下，看一下他是自己开车走的还是订票走的。我怀疑是自己开车还是走了还是打个车，咱们不知道。现在应该就是联系不到他了。我让我这边你找个人去找大宝。好，去找个人去找大宝。我过去看一下，唐总，我过去看一下。我让他们去找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他哪有车呀？他在搞什么？曾感受过，想装在借口，想装在借口，你把没有告诉我。